新闻开始，带您来看到，在今天傍晚5点多的时候，国道一号发生的火烧车意外。当时是大都会客运2088路线，在行经国道一号北上2.9公里处暖暖路段的时候，这客运的车尾突然起火燃烧，而且火势相当猛烈。所幸车上包含驾驶跟乘客在内，总共44个人都平安疏散，没有人员伤亡。而大都会客运公司在事后也补偿每位乘客2000元的慰问金。但因为当时正值下班尖峰时段，看到这样的火烧车，瞬间大家都吓坏了。哇，大都会，大都会。18号傍晚5点多，国道一号暖暖路段外侧车道浓烟密布，一辆大都会客运车尾窜出火舌，有人拿灭火器急忙灭火。这是公司2088哎，这是2088哎，那乘客呢？民众一眼认出这就是大都会2088客运路线，着急想问有没有人受困。太扯了。啊，有啦，人都在路边，吓死！眼见大火吞噬车尾，众人心急如焚。时间正值下班巅峰时刻，竟有客运在国一北上2.9公里处起火燃烧。警消获报到场，立即拉水线灌救。幸好车上43名乘客，包括驾驶，第一时间安全疏散，没有人员伤亡。后面开始冒烟，因为我们坐后面的，后来就有人喊，我们也跟着看，然后搞清楚状况，然后叫司机赶快停车。车下车之后，几分钟之后就开始。整辆客运几乎烧成废铁，乘客驾驶惊魂一瞬间，没有动力。后来我又听在客人说，后面有冒烟了，我就第一时间我就慢慢靠在要靠到路旁。车龄是2015年出厂，快9年了。目前起火原因尚未查明，那后续我们会针对这批的车型来进行检修。由于驾驶乘客机警，第一时间应变得宜，没有酿成大祸。大都会客运公司事后也补偿每位乘客2000元慰问金。对于肇事车辆，客运公司也澄清，定期检验都合格，但车辆到底为何起火燃烧，有待厘清。北市监理所也将于10月21号到公司查核，要求业者提报检讨，改善作为。记者蔡志恒，基隆报道。